赵又廷近年在大陆戏约不断，又娶了大陆女星高圆圆，俨然成了大陆通。他感叹回台时间太少，没办法好好陪伴家人。被问到两岸拍戏有何不同之处，他说最明显的就是演员的表演节奏不太一样，工作上最需要克服的则是念台词和对白。他开玩笑说自己能够克服口音问题，吃多了高圆圆口水应该已有差吧。如今他两岸奔波不停工作的日子将暂时告个段落，一派轻松表示目前暂不接戏，将带家人一起回加拿大的住所休息数个月放大假。他一脸幸福说和家人一起坐在桌前喝咖啡望着大海太棒了。我想今天会来搭乘的是优粉，对吧？就如果上面是一件拼见赵又廷，应该是期待会能够遇到哇。那我已经做好了就是各种合照的准备，对，但我希望也不要太亲密的举动。Away.